我现在已经过马路了啊，我这个正前方就是这个总理府，就是这个德国的办公楼的这个正面。你看它这个墙上啊，这个铁栏杆好像是后来装的啊，原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，但是颜色还是蛮搭配的。你看，哎，希特勒也可能是从这个二楼的阳台啊，反正是不知道他是在哪个阳台，就是有这么一个。这个是简介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呦，赫尔曼·格林这张大脸。